县府编列4629万经费办理治水防洪的计划，针对3月7兴文各乡镇公所办理区牌的所转进度不如预期，县府召开相关的检讨会。昨个开检讨会目的主要是讲，有的公所已经发包嘛，也未执行，啊，有的佫也未发包吼，啊，这进度确实有较慢吼，所以讲阮嘛特别伫昨吼，因为为着受到风台即个影响，阮特别开即个检讨会啊嘛。甲公所建议讲，你下目前无法度请爱管护资源的，紧报出来，阮会当来协助吼。会中县长西丽、北港、大陂等四乡镇提出资源的需求。今仔日苏县长特别前往原中乡，登了大陂的潭墘桥段内实地会勘苏圳的情形，希望加强苏圳减少灾害发生。主要是登了大陂是一个平原型的迄个排水，伊的流速足慢吼，虽然两冬前清过，啊，伫现场看到的现象吼，嘛是一。伊只啊足严重吼，所以讲我伫现场决定为潭墘桥清理到下寮桥即个段落啦吼。县府除了督促各乡镇公所区牌疏浚紧急抢修以外，嘛许区域附近农作的民众唔通乱等农业废弃物伫大排内底，以免造成二次的灾害发生。淹水有几个所在发觉，是因为是咱个百姓吼一寡公德性的问题吼，比如讲伊种伊找落来金蕉啦吼，金蕉虫，也是讲竹芋，咱只放伫咱个溪道顶头，啊有水流去，咱卡伫咱个迄个桥梁个下骹吼，所阵将水冻掉，所阵水排袂掉吼。开业排水个所阵来当彻底，会当避免洪灾大雨来袭个时阵，排水系统袂因为杂草装箱，加上大雨消透袂赴，造成淹水危害农作物。以及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。记者范宏宽采访报道。